配合度 max， 最听老婆话的四大星座男，言听计从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有些男人婚前婚后差很多，婚前言听计从，婚后一意孤行，让另一半又气又头痛。而这些星座男士公认对听老婆话，不但配合度 max， 对你更是百依百顺。母羊男，母羊男虽然天生有点幼稚，就想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，总是静不下来，看似别人需要配合他们的时候更多，但其实母羊男个性直率，很好拿捏，只要老婆用点技巧和手腕，基本上都能让他们乖乖听话。而且吃软不吃硬的母羊男是出了名的宠妻，如果碰到特别有智慧的老婆，真的会心甘情愿乖乖被牵着走。巨蟹男，特别念旧，没什么安全感的巨蟹男，为了守护自己的领地，自己的小家庭，他们愿意承揽一切家务，是个居家型老公。而且巨蟹男本来个性比较温和，所以能配合老婆的总是尽量去配合，老婆想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去干涉。虽然有时候观念比较传统，甚至有点大男人倾向，但只要家庭能够快乐和谐，巨蟹男大多都会听老婆的话。天秤男，天秤男是众所皆知的和平主义者，不喜欢与人起争执，总是尽力避免各种矛盾与冲突。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，加上与生俱来的选择困难症，每次想到要做决定就很困扰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听老婆的话。这样一来，不需要自己做决定，又能让老婆开心，根本是一举数的。而且天秤男一向很有魅力和风度，老婆自然很信任，没什么好吵架。双鱼男，双鱼男既温柔又浪漫，是众人眼中标准的暖男。或许有时候因为外物太多，没有办法长时间陪伴老婆，所以他们大多时候都会选择让着老婆，很多事情都听老婆的，依老婆的意见为主。有空的时候也会尽可能陪着老婆，陪老婆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双鱼男不仅是很听老婆的话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黏老婆的类型。